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天变天了呢？北台湾下起了小雨，又湿又冷，最低温只有14度左右。可是呢，这个北一女还是如期的欢度110周年的校庆。很多的女同学冒着雨创意进场，怎么狐狸怎么叫啊，是最受欢迎的灵感歌曲。还有前篮球员陈信安也代表球团现身，引起了这些小绿绿的疯狂尖叫。北女的同学们校庆进场创意十足，当然今年校园最流行的舞蹈《狐狸怎么叫》也成了超热门的进场歌曲。北女创校110周年校庆开幕式上，就像是一场嘉年华会。而前职篮球员陈信安代表球队现身北一女，引起全场女学生尖叫不断。就代表董事长过来，在我印象中，他们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的学校，但是，亲身体验之后，就是感觉很不一样。当然，提到北一女，就不可不提到一队，今年有许多是远从美国专程回来的校友。我是第一届的一队，今天是因为很冷，所以我们大概笑不出来。真的是好冷，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今天清晨北部低温只有13.9度，加上寒风细雨，体感温度更低。第一届的祖母绿穿着短裙不停排练，要将最好一面表现出来。